30分钟，应该不用那么久。不用啦，这个应该。有点吵，那绿桥说那个可能要去给人家弄一下。怎么样？很颠了，有点硬。嗯。这是最原始的，没有荧幕，它是原厂音响。好了，拍给小五看，让他哈。对对对，小五啊，小五啊，小五，下次就载你啊。技术谁比较强，你知道吗？速八路。嗯，他。看那个XP最第二代的那个测试，他在铁板上面撒油，要你直接开过去都不会打滑，他的全时那个智慧型四驱太强，他立刻那时候还故意找一台马自达CX9去做实验，嗯，马上就甩出去了，对。对，开86要听头文字 D 的歌，那比较符合那个 feel 啊，对吧？嗯。